佛安吉祥。今天是五月九日，星期四，农历四月二日，早安。晨光渐渐透过窗户，照亮了新的一天。此刻，让我们深呼吸，将过去的烦恼一扫而空，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。在佛法的智慧中，我们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拥有内在的力量和智慧，足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。坚信自己的能力和内在的智慧，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，书写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当我们的心境无惧，无拘无束，便能超越恐惧和幻想，走向清明的智慧之道。晨曦是新的起点，愿你在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勇气和决心，让佛法的光芒指引你，抓住当下的机会，勇往直前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